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橙子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半，刚刚把这些行李给收拾完。那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，就是翻包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我在很久之前有发过一个旅行翻包视频。现在我再回过头去看一下，我觉得我当时真的，怎么会带那么多东西？就只能感叹一句，没有孩子的时候真的好幸福。先从这个最小的包开始说吧。这个包很小，它大概就2个巴掌这么大吧。我最近真的很喜欢背这个包，因为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轻。这个是一个超级迷你的手账本，它还没有手大呢。然后这个本子呢，算是我一个灵感本，就是我平时出门呢都会带着它。这个是一个 UP 主定制的，这个材质真的超级超级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跟钱包差不多那种非常软的材质。然后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活页本，还可以就是装一些钱之类的。但是我现在发现好像身上带着钱就根本就花不出去。然后这边有1、2、3，还有4、5、6，有6个卡袋，我这个身份证还有银行卡也都是装在这边。然后它这个环也是这种，就是很小很小的。如果出门要带笔的话，还可以配这样子一个金属的小笔叉，这样子。这个本子我就记得比较随意，就里面啥都有，贴的一些小海报什么的就都有，就啥都记吧。这个本子就很有质感的一个小本子，像一个小钱包一样。然后这里是一个耳机，这个是一个奶茶色的壳子。然后这个是一个 CPB 的气垫，天哪，这太油腻了。好了，哎呀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还有一个快要用完了的护手霜，一个纳斯的口红，橘色的口红，我最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的，而且涂起来一点都不干。还有一个睫毛刷子，因为最近种了睫毛，就没事要梳一梳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相机包，相机包我真的是挑了好久好久，买过什么那种抽绳款，还有那种就是很传统的相机包，就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。这个也是超级超级轻，因为相机就已经够沉的了，所以就是包我一定要选择就是非常非常轻的，这个就是很轻很轻。它还有一个说灰不灰说白不白的一个颜色，我选了这个黑色，就是会耐脏一点吧。想给你们看一下里面，但是就太黑了，也太看不清楚。我用的是索尼的微单，然后配的是一个适马的镜头，大概就这么长，也是可以放得下去的。而且里面还可以装一些麦克风、电池，都可以放得下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随身要背着的小书包，这个包现在已经塞得满满的了。这个是一个 light 版本的，里面就插了一个动森的卡。然后是这个，出门之前我会把家里的所有帆布袋都翻出来，用来装东西。这个是一个颈椎的按摩仪，是带遥控的，遥控在这里。就平时我感觉工作一天还好，但让我带一天孩子，我的颈椎真的就受不了。之前给我纹眉的那个小姐姐，她推荐给我的，她也是颈椎不太好，她跟我说她买过好多好多的按摩仪，就最后就感觉这个是最好用的。我本来是想把它塞到那个行李箱里面的，但后来想了想，它里面有电池，会过不了安检，所以就先把它装到包里面吧。一袋零食，这个是小朋友的餐具，还有小朋友的小围兜，一袋零食，还有一包湿纸巾。然后这个侧袋里面装了小朋友的口罩，一盒破了的创可贴，我怕鞋磨脚，3个驱蚊贴，这个我第一次买，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最后来看行李箱了，这个是自己带的一个床单被套，它这个是一个旅行用的，就像一个睡袋一样。像我这个身高其实用起来还可以，就像勇哥他1米8的个儿，他晚上睡在这个里面，他脚那里是一个封闭的，就他晚上那个腿是伸不直的，所以他很难受。没关系，我舒服就好了。还有那堆2个驱蚊的，还有2个止痒的。这个是一个老朋友了，他这个就是装一些数据线充电器的。还有这个是一个小夜灯，如果没有的话我会睡不着。这袋里面也全部都是零食，还是把那个外面那个纸壳子给丢掉了，这样子不占地方。但这个不能丢，这个是酸奶，我感觉这个盒子要是丢了的话，那个酸奶我怕会炸掉。一个这个是什么来着？这个是洁丽雅的棉柔巾，我觉得它比全棉时代要软很多，而且价格还比它便宜。这个是一个旅行宝藏神器，北鼎的烧水壶，这个也是我逢人必安利的一个旅行必备好物。你看一下，它这个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
它这个插电的数据线呢让我塞在里面了。它这个是有精煮的功能，可以煮10分钟、45分钟还有90分钟，然后这边呢是烧水，可以烧40度、60度还有100度。这个真的带小朋友出门太方便了，如果是很小的朋友就是不能吃外面的东西的话，可以就给他煮一点粥，冲奶的话就用40度的水就刚刚好。这个壶它很小，给你们比一下这个膳魔师的保温杯，大概高度就跟它差不多，然后比它会稍微的宽一点。然后呢还有这个，它这个焖烧杯呢是这个样子的，就矮矮胖胖的，跟他家那个保温杯很像。我基本上不会用焖烧杯来煮一些粥，我觉得它煮的都不好喝，我的焖烧杯就是用来保温的。其实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带这个。这个是一个小朋友的枕头，然后在那个地方我给化妆包留了一个位置，化妆包还没有收拾，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这些呢就是我这次出门旅行要带的一些东西，希望